早安，早安。我们今天要去琵琶湖骑脚踏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搭火车。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有没有感觉我们来到日本，行程都好满，然后去欧洲的时候行程就没这么满。来这里的行程超满，从早上出门玩到了11、12点。欧洲就是有一些东西，晚上就没东西吃啦，也没东西逛啦。还有礼拜天一定要放假。对啊。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琵琶湖骑脚踏车。之前要来之前啊，就有听朋友说，在琵琶湖骑脚踏车是一个很大的享受，而且那边非常漂亮。然后它又是在京都的近郊而已，所以我们就打算今天来去。我们搭到这一台是快车，只要搭到一站就到三颗，然后等一下到三颗再转一个。湖西线它是贯穿整个琵琶湖，琵琶湖可以坐湖西线绕一圈这样子。那我们搭9:16是快车，所以如果说琵琶湖的话，跟我们一样时间的话，就可以选这班车来搭。那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普通车，可能9:20可能都有。到这个是三颗站，然后我们现在好像不用下车，继续搭搭到兼田站。所以要去琵琶湖的话，可以参考搭的我们现在这一班。你看哦，在这个三颗站之前呢、啊，它是东海道本线。三颗站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湖西线。然后这个湖西线呢，它就会从这边分叉成两条路，然后一边呢，它就会往琵琶湖的左边，另外一边往琵琶湖的右边。好，那我现在到了兼田站，这里就没有像昨天南山那么多人，真的，这里很舒服哎。而且我们在搭车的时候啊，旁边就有看到很像海的湖泊了。因为琵琶湖在外国游客这边呢比较没有那么知名，大家最知道的日本的湖泊呢就是河口湖。富士山下面的那个，那所以琵琶湖呢比较多是日本当地游客他们会来观光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在搭车的时候啊，就有几个日本女生，他们是穿着健行的鞋子来边健行。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搭公车，我们会搭个叫做琵琶湖大桥线的公车，过了琵琶湖大桥，然后去那边的捷安特租脚踏车。那我们现在搭公车，然后其实我们要搭到租脚踏车的地方就是在守山站，所以它只要有公车有到守山这个地方的都可以搭。那我们刚刚从京都站那边搭过来兼田站大概20分钟。運賃はお手元整理券の番号を降りの際前方の運賃表示器でお出しください。我们现在要走去租脚踏车的地方，好远哦。对，在前面那间万豪。在下面。租这个啦。你看，这门口就是大大的捷安特。对，来租车了。我们现在走到琵琶湖万豪这边，从刚刚下公车的地方走过来，大概要20分钟左右，大概跟我们从京都搭车到这边一样的时间。对，是真的蛮远。哇，这里就有一间很大的捷安特的店，就在万豪这边。你的偶像，这就是琵琶湖环一圈的路线啊，一圈可以这样骑，但其实有很多种骑的方式。我现在在这边有一条路线呢，就是这样骑，骑到那个近江八百步绕一圈。有另外一种骑的方式是环小圈的，那有些厉害一点的就是环大圈，一天的话应该 OK 啦，但就是没有的吃东西啊，没有的拍照啊，这样子。那我们这次会从这边这样骑，骑到鸟居，再回来。对，单趟25。5 hours, one day is now to six o'clock p.m.、嗯、This is Pratibha, this is Lodba。那我们现在在捷安特的租车这里，然后这边有几种的车款，在这里的价格是5个小时跟一天的价格，还有马湾把3000尾车，还有 e-bike。弯把车它有分铝合金跟碳纤维的车子，驾驶在这边。好了，我们现在租好脚踏车了，我们租了两台铝的。好，
准备出发，准备出发，走。那我们等一下呢，会经过琵琶湖大桥，再绕到白须神社那边。你看，很多人在骑，我们会骑这样子来回，所以我们要骑快一点。好了，你看很多人在骑。刚忘开 Strava， 好，重要时刻。Record Start。我们租这个脚踏车啊，它都会配个前灯，然后还有配个铃铛，还有配锁。对。然后它还有配给我们打气筒、跟内胎、跟挖胎棒。对，每一台都有。然后它刚才有提醒我们哦，在日本的脚踏车，它的前刹是右边。对对对，它刚刚有说。对。这跟台湾是相反的。第一次在日本骑车，感觉怎么样？酷。然后那间 Lawson 它就有可以放脚踏车的架子耶。对，那里真的很多人骑耶，所以很多店的外面都有放脚踏车的架子。要上琵琶湖大桥啊，这里有一个店。所以就是从旁边这边骑过来这一条，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指标，它说要礼让行人。你看这边这里有写，我们现在这座桥这里有5%的坡度。就是我们刚才爬上来的地方，对，其他就没有什么坡了。好，走。好，我们现在骑到了这个八所神社这边呢，这个八所神社这边对面这边就有一个脚踏车道，对面，嗯，大家应该会从这边进去。刚才骑了一大段的市区的路哈，对，嗯，想说怎么骑了这么久都还没有看到湖，看来大家也都是从这里进去哦。好大的湖哦，这个是海吧？还有鸭子，鸭子在冲浪的感觉。冲浪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在琵琶湖的自行车道这边开始环湖。然后这个琵琶湖呢，它绕一圈有200，接近60公里。那琵琶湖呢是日本最大的湖泊，它有400多万年的历史。从400多万年前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的一个湖泊，超大的，看都看不到底。新西兰那个多大、啊？也是1200吧？200-300吗？比一个新加坡，又是跟一个新加坡一样大。我记得你上次说是1200。也是1200啊，我忘记了。反正那个也是很大。来，来这里看一下。我们现在骑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有树荫，然后有凉亭，很多人在这边休息露营，然后看海。哦，说错了，看湖，真的是大到我一直以为是。好吧，那个我也看。哇，他们在这里钓鱼。像花莲啊！过了刚才那段可以看得到湖的脚踏车道之后呢，接下来这边就会有一段没有看到湖的道了。但它这边呢，它有脚踏车的路线规划得很清楚。看到吗？
现在到了一个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在骑琵琶湖的时候啊，在我们台湾社团上面看到蛮多人，他们会说他们骑错，他们会骑到那边去。所以呢，这边有一个脚踏车道，我会把点打在下面，那就是记得就是走这个脚踏车道。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往前面那边骑，在 7.5 公里呢，就会到那个白须神社。对，就到那个点。快接近白须神社这边啊，就好多的人在这边吃饭，然后还有咖啡厅，还有 Seven， 叫 Seven 吗？走走走，从这边走到这。对啊，好热啊，真的。从开始骑脚踏车之后啊，我就一直有个愿望，愿望清单之一呢，就是骑脚踏车到日本的便利商店骑，喝咖啡好了。你知道吗？防晒吗？真的、哦、这么严重的东西你现在没带？对啊。哎，你看这是卖什么？我想要买一个这个咖啡。这个人还在找防晒。愿望清单 get。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还挺湖景。嗯，湖景真的。哎，来了，垃圾块。这里很多人来露营。嗯，日本便利商店的炸鸡真的是可以吃。然后我们现在在白须神社旁边的一个便利商店，骑了两个多小时，大概25公里左右。那我们刚刚骑过来的路上啊，没有很多的湖景，中间有两小段有湖景，然后其他就是像是市区或者是像是产业道路，然后旁边有一个脚踏车道这样。然后有几段路呢，就真的是像是产业道路一样，没有铺柏油的那种。所以骑起来会空空空空空空空这样子，然后有几段路蛮像花东的，对，好，嗯，就旁边有山，然后我们这一路上面看到蛮多人在练车的，对，这看起来像是个练车路线，对。好，我们现在到了白须神社，这个神社呢就在该便利商店旁边而已。对，这里就可以停脚踏车。对，这个助轮场这个地方。白须神社啊，大家都会去那个水上的鸟居拍照，但现在这边你看，看起来这边就是封起来了，没有办法过去。那这个白须神社呢，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它是在琵琶湖的西北方，主要呢是在祭祀象征长寿的神明，然后据说也可以祈求结缘、开运、招福，然后学业有成等等。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有交通安全的御守，脚踏车专用的。然后它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在湖中的鸟居。那我们中午来吃这个白什么食堂，它是我们刚才租车店的那个店员，他也有推荐这一间，他是吃寿马的，然后里面还有关东煮。对，现在排要排队，所以我们刚刚呢就在这边先化位，化完位之后呢去白须神社那边走走拍拍照，然后现在再回来再等。对，然后还要等两组。ラーメンはないですし、うどんでい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ラーメンないですね。プリコッタ。オッケー。豚汁のうどんですね。はい。これのうどんが一つ。我们看网络上说他有寿司的菜。嗯。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然后他刚给我这个英文的菜单，贴心的。你看他这个还有这个，很可爱哈。他这个就是只有几样菜而已。他这边有些说，如果你要拿那个藕类的话，在那边自己拿。然后你要记得你吃什么，所以他建议大家可以先拍照，结账的时候就给他看见。他这里有几种拉面，有猪肉啦，还有乌龙面啊，然后还有蛋的乌龙面，还有饭类的豆腐。
ありがとう。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是不一定要吃那种高级餐厅，吃这种餐厅我们就很开心。就觉得很有趣。对啊，吃这种反而比较有趣。我们后面还有一桌自己做的，我这个是味噌汤拉面，加上猪肉片，还有豆腐。但拉面没了，所以是乌龙面。对。然后我点的是这个晋江牛肉盖饭。嗯。赢了。什么？赢我们第一碗吃的寿司烧了。あ、もう一つですか。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它这个神社以前是只有电车时候的样子，看鸟居还在，然后它在下面游泳，神社火车。吃饱饭了。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往回头路走。对。那因为这边其实还蛮明显，很多告示牌说不能够直接穿越马路，嗯，所以我们会继续往前骑，然后前面有一个可以回转的地方，那个地方回转。大家就是从这边会走下去拍照，以前的人呢是走下去玩水。好，我们现在离开白须神社之后呢，我们要去前面的一个观景台那边。那边在冬天呢是个滑雪场，它在夏天呢也是可以搭缆车上去，然后。有观景台啊，喝咖啡啊，吃东西的地方。好，我们现在骑到一个地方，某个海景咖啡厅，我们决定不去那个观景平台了，因为我们看我们的时间有点来不及，而且也是蛮累的，因为我们6点要还车，然后想说我们这样再上去的话，可能会来不及还车，那太赶，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来这间咖啡厅，在这边，这边也是有海景，可以看海喝咖啡的地方。嗯，我睡去嘛。你看那边有荡秋千，你等一下可以这边拍照。哇，你看有火车。其实那观景平台它就是一个 IG 小红书上面一个非常火红的一个打卡景点。它是一个滑雪的地方吧，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的。不过我们在这边好像也还不错啊。嗯。我们点了两个喝的，然后跟一个甜点，因为它很多都卖完了，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 menu 上还有货的甜点，就是红豆加冰淇淋，上下两层戚风蛋糕这样。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热的苹果茶跟一杯咖啡。刚吃这甜点，好好吃。你在日本吃什么都说好吃。然后这个苹果茶有肉桂的味道，嗯，好温暖。咖啡也是不错。我看他这里，他是自家烘焙咖啡，蛮多人的，当地人。我觉得是配上我们前面这个景，对，还有我们在这个地点，什么都好了。从这边看出去真的是很美，而且三步时还会有这样火车这样经过，跑过去。跌倒了，阿丹跌倒了。对啊，是要准备左转回桥那边的时候，这边要上来，这个对这个落差太大了，对，上不来。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其实有准备，有可能会跌倒。是啊。对，
因为我看这个窟窿这边应该它不是窟窿，它就是一个上下的一个 gap。对。太大了，我本来是在想说我要上来还是要继续走那一边，因为那边太窄了，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要上来。但要上来的时候，其实这边要上来要冲一下，是要冲一下，是可能不能到这么的平行就上来，其实垂直一点。在台湾我们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gap。 再帮我冲一点水好了，但还好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要跌倒了，所以应该就是这样子，我就用屁股去摔了。继续走吧，快要到了，左转就是那个琵琶湖大桥。等一下，那我们刚看了一下我们的 Strava， 我们这样子来回骑到白须神社那边，这样子54公里，那边没有什么爬升，可是我们回程的时候，它有几段风有点大。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在日本骑脚踏车来画蓝线的地方以内是可以骑脚踏车的，有点像人行道的那边的蓝线是慢速的脚踏车，然后下面是高速的脚踏车，然后它会有一些高高低低要小心，这样就是骑乘的时候要专注。然后其实琵琶湖这么大一圈呢，它也是有非常多景点的，我们一样呢会把它放在我们的 Google Maps 里面，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私讯 Melody， 有非常多的景点，但是就不是一个骑脚踏车就可以观光的路线，它算是一条练车，可以练日本人练车的路线吧，我觉得。我们其实骑到快要到白须神社那边之前都没有 Seven 哎、欸，也没有吃的东西。然后刚才其实我在去的路上呢，我就有在想说，我结尾的时候我要说，其实这边蛮适合租 Gravel 的。哦，因为它有一些路面就是有咚咚咚咚的路面这样。对，凹凸不平啊，像我刚才跌倒的地方，如果说是骑 Gravel 的话就过得去。像我刚才跌倒的地方，那边有黑色碎石子，非常多黑色碎石子，然后又有一个这凸起来这么高的一个 gap， 所以该就没过去。我觉得台湾还是路面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台湾路都真的很平很好。其实在社团上面有蛮多人分享这边的路况没有到非常好。好，我们这次来我们也是这么觉得，不过呢还是觉得琵琶湖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对，非常漂亮，而且水非常的清澈。如果说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来这边，真的是骑脚踏车，我可能是要骑自己的脚踏车环湖一圈。这也对骑脚踏车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去泡温泉，你要选择便宜的还是选择风景好的？对，便宜的是 Marriott 万豪酒店，有便宜的。然后我们拿我们的 receipt 有 discount， 风景好的有 view 的呢是在前面，我们回去的路上大概1200左右一个成人，万豪呢是800块，800块然后还会有 discount 这样子。你要哪一个？选一个，选那个吧。好，一个完美的脚踏车旅行呢一定要配温泉的嘛。然后他刚刚还给我们一个糖果，刚刚店员说这就是日本人骑完长距离脚踏车的时候会吃这个糖果。好，我们照照去找，如果说有的话呢，约骑的时候分给车友。对，好。就我们来买这个，这间甜甜圈店。晚上我们本来要去吃阿登心心念念，他找了很久念了超久的一个拉面店，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都卖光了，然后外面还排了超多人。对，他开到9点，然后8点呢他就写说 waiting line is over。 对，那我们就来二放没有了。晚餐的路上呢现在买这间甜甜圈，对，很可爱，而且他的东西好高级，你看这间店的风格。结果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看起来是谨慎有开的拉面店。嗨，会觉得不错啊。可以来一些人吃一些别间的拉面店吗？让我有机会去吃一下那间拉面店吗？其他间拉面店也是很好吃啊，但它的汤我觉得不错，汤好香哦。它的叉烧跟一般拉面叉烧吃起来不一样，一般拉面的叉烧它是有一半肥肉一半瘦肉，但它全部都是瘦肉，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港式叉烧那种感觉，然后比较硬，但是有港式叉烧那种味道，然后切成这个大小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汤很好喝。哎呀，总之就是来到京都呢，可以去吃吃看别间拉面，让我有机会去吃一下那间拉面，好吃，算是可以满足我想要吃拉面的那个心情。